非常感谢大家这个转到《气球国际》的节目现场。今日节目幕后导演，等下来关注个是廿二拜啊，拜四廿两届人啊，总算系同邱金山见面嘞。韩国民国同中国之间，经过了一年来个风风雨雨，两国两朝个见面，对那个全球来讲，起码个用个意义哦，好少又会有内调个好景产生哦。另一边请到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个陈福成教授为大家来做解释。先生你好。其真好，全世界的朋友大家好。你知道你拜拜谢会吼，你拜个同邱金山个见面，大部分个 APEC 个场边会谈吼。嗯。当然，你看到今天可能讨论到动作个议题，不过你看那个拜登是前头 Twitter 红线发文吼，讲那个美中两国之间取得真正的进展吼。先生，很用心来观察，你啊进行个精简都得很乜个。所以先回答你的问题啊，第一，真正的进展啊，替那些双方的替构成的两头人啊，做得直接对话。哎，拜登没搞嘛？哎，你拿去。像两个人见面是心态的进展。是心态进展啊，两啥呢？做得直接嘛，天花拿起来就做同花。也很重要一点是讲，全世界你也替重要两只大国啊，做得哈，两头人做得天花直接同花，而减少很多误解误判。同时呢，要提重要一点讲，你要全世界替他的所谓的地缘战略的风险嘛，所以美中两国的战略竞争啊，越来越激烈，甚至越来越恶化啊，所以大家全部很担心嘛啊，美中两个大国喺误解误判的话，爆发军事冲突啊，大家全部受不了啊。所以要不拜登讲啊，你要替白就两只两头人做咧直接同化。听一点就是态度改变没统一啊，美中两国的军队啊构成啊，沟通对话的个机制啊恢复啊，也去年扮演总统嘛啊，也全部恢复啊，所以呢，也亮点是亚拜呢，拜登认为已经成功的一张啊这个成就啊，但是呢，其实你们要注意讲态度改变了。对亚拜呢，佮愿意坐飞机暗夜呐，来美国啊，同拜登两啥会面呐，也咪做面子本拜登政府啊，因为佮想到讲拜登政府明年2024年就要选总统了呀。啊，如果讲两啥关系无好，拜登政府呢啊面临青苔压力的话啊，压一年。他应该上来可能川普哦，佮他强硬哦。每天咯。每天咯，所以呢，也所以拜登政府也已感觉讲，从美中两国的泰国的关系啊，恢复一张可管理的稳定啊，也叫 manageable stability 啊，也系佮青苔成就啊。当然，你看到呢拜，其实来回顾下一年来吼，美国同中国之间引起一个国共结构嘅事件啊，韩国去年嘅佩洛西访问台湾事件，当然讲你啊关系讲到董建中吼。系啊。但到下半年也慢慢开始要开始恢复各种嘅外交互动层级啦，经贸方面层级对话，到了下个两朝峰会啊，当然当中累积的动作嘅复兴还够善意吼。当然，你咪看到讲，像喺美国对去年公开三不一无意吼，加码了哈，四不五意啊，四不一五意。嘿，按主管方面咪讲，其实某想要辞退美国啦。某些话称霸啦，还个某些话对抗美国安尼个意思吼。其实还没每种了两国，其实从去年案件中个情形下，每下呢到今年系慢慢个相互表出自家底线讲，恁其实是很有机会来对话个。诶，也关键系乜个呢？你下两片啊，全部有需要恢复一个和平良性互动的美中关系。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其新疆啊，厉害，因为有两场战争嘛，对，俄乌战争啊，以巴冲突啊，也两场战争。如果讲美中关系模糊，中国态度改变，同俄罗斯、哈、伊朗、北韩三大国家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军事同盟的关系啊。其做的也军事同盟，做的在欧洲、在中东、在印太地区啊，同时爆发战争。也美国输不了啊！美国没办法同时打三面的战争啊！
亚米国的前任的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啊，米利上将，他就提到啊，今年五月他就提出警告啊，警告美国的两头鹰，真知两头鹰啊，要注意啊，做唔得啦，用中国大陆、俄罗斯、伊朗、北韩串联起来啊，美军没办法处理三面、四面的战争啊。所以呢，米利上将啊，他就同这个美国的真知两头鹰讲，做唔得安尼，跟敲打中国啊，冇打太过分啊，打太过分啊，中国态度同俄罗斯联合起来，美国受不了。所以呢，亚拜会由旧金山的拜习会啊，挺重要一个基础就是，今年3月18日，在北京啊，习近平同普丁，俄罗斯的普丁啊，两人有秘密会谈嘛。也秘密会谈3点钟，3点钟出来啊！外加下战略判断，因为说无成功，因为啊，俄罗斯的普京啊，佮希望习近平啊，做得推联络起来啊，紧紧而来串联，同伊朗、同北韩强下来对付美国。但是啊，外知道习近平啊，也3点钟啊，佮无同意，佮无同意同普京啊结合也军事的同盟关系。所以呢，佢講，我已經答應拜登政府啊，做唔得本意啊，軍事經濟嘅援助，讓你去打烏克蘭啊，因為啊，中國大陸入邊啲場係勸和促談嘛，啊，所以呢，美國太平，美國我知道拜登政府入邊啊，啲都有啲消息咧，所以就輕言意啊，嚟做輕到重要嘅前置作業啊，嚟鋪陳新嘅咧拜習會啊，所以也係從美國嘅角度。从中国态度的角度啊，习近平啊，佮你阿面临清代困难哦，也困难迄物个呢？替代困难就会讲，也以及个内部的经济的问题、社会的问题，甚至于政治问题的问题啊，也习近平佮面临清代挑战哦。所以从亚个角度来看，佮做唔得啦，开辟太多战场，内外交迫。其实同美国。尽管捐款嘛，我发出面同时面对太多个欠缺嘛，哈，所以也面同无办法面对青岛的困难啊，所以从亚个角度来看呢，啊，佮咩西方讲美国同美国的关系啊，降温，而恢复伙伴良性互动，你啊美国佮亲西方嘛个恢复高层的对话沟通管道啊，有嘞嘛哈，西方恢复个军事高层的对话机制，避免了误解误判，爆发意外的军事冲突啊，所以你也见面拿到了嘛哈，所以有亚公司之后呢，亚你看亚白旧金山的拜习会啊，挺和缓啊，感觉讲啊，两只泰国呢愿意坐下来好好的沟通，所以呢，多数的国家，包括印尼、中华民国、台湾、鸦片呢，没感觉讲松了一口气啊。嗯你像听讲都来个恢复军事交流，其实系个动枪有个指标了吼，所以讲您对。按印尼来看，都咧个香格里拉对话、香山论坛，都咧哈啊，几行个印尼几行个咧个东协防长扩大峰会，那个问题啊，你看到美国同中国根本点个重量总好无交流啊，无交流做唔得啦，无交流真系，因为你看到咧哈，美国投咧个台海、投东海，包括投咧个南海。同你个同中国中都系针锋相对高峰，尤其最近你南海嘅问题又当紧张，台海周边吼又系当到咧安尼嘅，点位啊，对，所以讲，恁都讲安尼个方向，用国防普通对话，安尼系咩？所以同也企业方向做得过来共地咯，冇可能咩共地啦，来做管制啊。替至少呢做得管理啊，有效的管理 ，effective management。也喺同時，我知道你啊睇到嗰片嘅問題嘅睇啊，因為啊，佢哋啊喺國防部長層嗰邊含啲啊，也點清重要哦啊，佢哋啊派嘅軍委會副主席張又霞，含另外一個何衛東啊，也兩啥呢啊來處理下啲事情，但是呢，替中央問題講，長期以來對外嘅軍事交流嘅關係呢，係國防部長嚟做嘅啊。所以呢，亚拜印尼的东协扩大防长峰会啊，美国的奥斯汀，美国的国防部长参加嘛。那中国态度就派给这个联合参谋部的这个副总参谋长啊，景建峰啊，我们说，所以景建峰呢，伊来代表参加啊。两啥对话呢？美国亚片敢不敢讲不对等啊？
啊，不对等啊。所以呢，癌指导也是很重要一个指标讲，中国态度改变，有需要同美国也变恢复一个伙伴良性互动，同时恢复军事的交流。但是呢，最重要关键的问题，中国态度是讲内部的军事的一个结构啊，有出现有问题。所以呢，也是习近平对伊来讲是心态挑战咯。嗯，所以呢，您看到了排除了这个军事对话恢复之外，您看到美国同中国咪去统计吼，算好来投了个大计突变，芬太尼哈，还够了个投 AI 个两倍来合作，另外还投了个气候变迁问题啊，强化来，应对对了个合作个项目当中，先生您做的。突出乜嘅東西來啦？哦，也係好事，啊，也係好事。也譬如講個美中兩個大國啦，嚇，唔係也係單單講高階的戰略競爭，兩手一掌啊，兩頭全世界 DV 啊，你啊態度改變緊，講清清楚嘛。中國態度也變，冇西方講來取代美國啊，替代美國成為全球領導者嘛。所以佢講美國也變啦，做唔得賭。赌啊，中国输啊！那中国也偏偏做我们的赌美国输，大家啊应该啊，摆脱也全面竞争的一个架构嘛啊！所以伊讲，习近平伊咪讲嘛，TQ 啊，侵台嘛哈，侵犯嘛哈，大家两中容得下中美两国共同的发展嘛。所以从亚太思考的架构来看的话，伊也恢复气候变迁工作小组。啊，气候变迁工作有依照25条的宣言嘛，啊，这个阳光之乡宣言嘛，啊，所以也提着气候变迁也问题，人类也太问题啊，也两个泰国愿意来合作，所以今年呢 COP28 啊，在杜拜 COP28 有机会取得一条成果，有成果，应该会有成果啊，因为头摆没成果，原因是两个泰国没共识嘛，啊，也提一点，提一点呢，打击毒品也还没轻重要啊。也对美国来讲，系大问题啊！啊，那中对中国来，中国态度来讲，也赚钱的东西啊！啊，所以两边一边要牺牲呐、啊，另外一边呢帮助另外一边的解决啊社会的问题啊！所以两边愿意来做一些事情，也么好事啊！那第三面是经贸跟金融的工作小组没成立了嘛？要经贸同金融的工作小组呢成立以后呢，双方之间贸易的问题会做得慢慢解决。所以要基本上要请要工作小组阶层能做得做起来，做起来表示呢没讲空话，口惠而实不至啊。由工作小组空下来参详啊，来解决具体的问题的话，要代表讲美中关系进入一个更建设性、跟实质性的一个合作啊。但是呢，要清台问题出来啊。两片啊，莫谈科技。嘿，等下还有心态问题嘛？你哈科技，美国莫想爱标，莫爱标嘛？啊，美国讲小院高墙继续嘛？啊，那中国态度要改变，伊咪讲莫主动来高科技的发展。哎，做做唔得按熊嘛？哈啊，这做按穷人的事情，对安尼对中国态度讲，哎，心态压力同损失啦啊。但是美国佮讲清清楚啊。挨小院高墙，诶，一个科技战呢？挨目的系乜嘅？挨避免最先进的高科技流入中共嘅军队嘅手上，发展呢先进的武器啊，危害到诶你美军同盟国嘅安全嘛？哦，佮你有咩清真党啊？啊，所以呢，一关键系乜嘅呢？中国态度改变有咩清清楚啊？美国第一，科技决定未来经济的竞争力啊，那。两片全部清清楚，还有去先进的科技，来海外经济上的发展来去做的养你啊。所以美国第一，啊，小院高墙做不得怂。中国态度第一呢，伊咪讲啊，无可能会放弃。但是呢，也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就是中国态度也变啊，给西方争取一个同美国有和缓良性互动，最起码有5到10年的战略机遇期。OK。伊也有也战略机遇期，伊希望个整体都也时间呐，来突破在科技发展的瓶颈。好，了解。哦，先生，先请问一下吼，大家过来继续过来讨论一下白色会，尤其讲到台湾的部分。好，先请问一下，大家过来关注白色会讲台湾的部分，到底有哪条该精简？
你看一下过来公司。这个全都节目的现场，继续来关注个行业白白师傅，尤其是呢细节讨论更多台湾的部分，请看向政府省高手为大家来做解释。你白个白师傅当然还有个重要的议题啦，哈，是系台湾的议题。美国同中国双方做下就做一个表态，尤其美国系当关切，诶，台海还要维持和平问题嘛，系真重要个。个也是系其呼吁啊，台独总管莫干预台湾的选举，还个。而尊重台湾宪政的结构，先生很有想解脱两件事情。一个事情就是美国也变讲清清楚啊，美国对于台海议题啊，伊个底线啊，就是和平稳定、和平解决啊。所以和平稳定、和平解决，拜登总统啊，直接面对习近平啊，就提讲清楚，也是美国的底线啊。同时呢，希望讲啊，中国大陆这边无干预台湾的总统大选。同时呢，要尊重总统大选的结果啊，也代表讲要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啊，要双方共同来努力啊，共同在做一道样的事情。那习近平啊，佮咩先清楚啊？立下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对中国大陆这片有咩有利啊？因为呢，中国大陆这片立下面临侵台经济上的压力，也反映外国的投资啊。继续在中国态度经营啊！如果台海地区爆发军事冲突的话，侵夺外国的投资，免不离开中国态度啊，对态度咩不利啊！所以呢，习近平、拜登两百车究竟在呢也会谈啊！提到台海的问题，哎，你知道呢，双方之间要全部寻求一个最低公约数，也最低公约数就是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美国、中国大陆、中华民国台湾三片啊，全部会共下来共同来维持啊，所以也点挺重要。同时呢，亚白会谈里边，习近平佮咩讲清清楚，对于台海问题，佮目标系和平统一啊。所以呢，亚白佮同拜登总统讲诶，佮无也系计划讲二零二七年，或者是二零三五年。你个太个懂关心咧，佮你讲吼。共幾無呢個，佢共呢呢個美國預測嘅，又係粉絲嘅兩界年份，做下無攻打，又係用武力打台灣嘅打算，還個面摸人同佢討論過安尼嘅事情。先生喺呢種看咧，到底係咩講出來？本體家做下安心咧，台灣之家咁唔得安心啊？呀，因為啊，習近平也發喺 TBS 講，所以呢，大家呢感覺講清醒啲，都有指標性啊。但是呢，问题在哪呢？问题在，你听其言啊，而观其行嘛。唐其讲也发替拜唐清醒些。但是呢，也过去两三年，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军事演习的做法，军机战舰在台湾四周围定点位啊，同时呢，佮准备用联合作战的一种模式来阻挡美国干预台海地区的军事冲突啊，所以也在准备啊。已经两三年了呀，你从二零二一年开始啊，中国态度改变，佮修改佮国防法，国防法的适用范围啊扩大，威胁到你台湾的安全。听一讲，佮修订也海警法，还有海上交通安全法，同时呢，佮发布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啊。另外呢，最近呢，佮咪提出也所谓预备役的啊这个征兵法啊，还修订啊。同时呢，佮个新的新的什么对外关系法，以及这个反间谍法，也都要一连串下来呀。2021年开始就一连串下来，佮先同也对台军事作战呢，一个准备的法律规定啊，先取完毕啊，都所以呢，也很重要一个结构性的动作，你们看在眼里嘛啊。所以呢，亚点呢，你们自己要有警觉。虽然讲习近平也拜同拜登直接讲，无也二零二七年咧
对台作战的计划，没有2035年对台作战的计划。但是呢，中国大陆共军其他做法，你看到的无同样啊。所以亚点呢，如果讲习近平佮真有也诚意啊，表示讲和平统一系目标啊。虽然你了解讲，你要对台做军事行动的对象啊，有两大条件嘛，前面有讲嘛哈。所以呢，除家之外呢，你应该表示讲无必要继续对台湾啊做一种频密的太庞啊军事那么庞大的军事演习嘛，你。专家一看啊，也还准备要作战呢，前置作业啊，呀，那个专业术语啊呢，战场经营嘛，啊，要这种战场经营，你要两三年全部做下的事情，你讲无也还作战的地方，意图无人相信啊，很难相信嘛。先生，那对了部分人台湾都得我用心来应对来看那件事情哦。哦，也还太问题，也太问题啊。所以你中华民国台湾鸦片啊，面对也以下美国同中国大陆，因为佮两只大国啦，本身全部有需要，而来改善也和平良性互动的关系啊。有一段时间，美国同中国大陆是更好的关系，又竞争又合作，合作面它以竞争面啊，也头摆啊，差不多十年以前遐呢。但是呢，最近也从2018年啊开始呢，川普政府上台以后啊，慢慢啊，竞争面大于合作面，都要拜登政府政府开始啊，也不哎呦，从竞争面哎滑向冲突啊，所以啊，两只大国啦，你要感觉讲，你要如果滑向冲突，对大家不利，所以你要改变。也要改变呢，就是慢慢回到合作面，但大于竞争面啊。如果系也一只新的结果出来的话呢，你中华民国台湾那边需要调整，你对美国、对中国态度的政策的基础。但是我还讲吼，人家军批，人家自家嘅国防实力还系会维持。也系当然呢啊。任何你对美国、对中国态度的政策呢，你全部会强化你的军事的实力、国防的实力啦。是所有建设性对话的基础啊！你看以哈战争，你看巴勒斯坦人清楚过啊，还是感觉讲，如果具有坚强的一个国防力量，那以色列就不敢做亚的事情了。因为以色列有安强的军事力量，阿拉伯国家将不敢去统计嘛。所以穷样嘛，两片全部穷样嘛。所以你中华民国台湾也没穷样，你军事上的准备同国防力量的强化是基础啊。有一些基础之后呢，你来恢复啊调整美国同中国态度关系的变化啊，你要请仔细的观察啊，哦观察一下重点，你哈美国同中国态度有意思讲哎，合作面同竞争面强化，那合作面慢慢的大于竞争面呢，你中华民国鸦片哎政策就会调整啊，所以由美和中就会变成呢未来。如果讲美国同中国大陆两片的关系有变化啊，合作面大于竞争面的时候，你中华民国鸦片的政策就会由美和中也就做得到嘞。不过然后其实习近平没有讲到嘛，可比我本台还扶贫问题，美国应该停止武装台湾，那你讲有咁有道理？也系说拜登政府也就没有回答嘛，因为拜登政府也几个根据。根据嘛个呢？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啦，系规定讲，这个支持啊，这个民主社会，自我防卫的能力嘛，所以亚点嘛，也写在美国的台湾关系法里边，也美国的国内法，等于讲对台湾个保证啊。也美国总统是没有遵守的呀，美国的军队也就根据美国国防部、国务院。也就根据啊《台湾关系法》的规定，对台持续什么支持，自我防卫的能量跟服务 service 啊，两张啊，特别强化硬体的军备，还有这个软体的 service 啊，所以呢，也两张部分啊，美国总统就要遵守啊。虽然讲习近平啊，要拜登讲，要停止武装台湾，问题。
拜登政府、拜登总统呢，佢要遵守嘅台湾关系法。台湾没有自家国家，你自家需求啊，没爱啦。同时呢，你也维持台海地区嘅和平稳定，你也能力对中国大陆来讲，咩好事情啊？如果讲两岸关系失控，啊，双方这个军事实力差距过大啊，让对方呢，让大陆部分的人士有冒进的动作，冒进的动作破坏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话，对北京咩不利啊？啊，所以呢，也大家要思考，要有清宏观的思考啊。所以呢，你面对美国同中国大陆两片新的形势啊。哎，你中华民国哎，所谓大陆政策也好，国安政策也好，需要弹性调整来寻求一个对岸中华民国最有利的、最好的一个战略位置。嗯，当然有分析是讲吼，两百虽然拜西会看起来有反复，但是其实无冲太大突破，尤其个投台湾问题、投人权问题，还个投科技问题有无太大突破，迄个很多海外涉及的料吼。啊，当然有人讲系，其实两下每种系。边谈边打，边打边谈，请上用。我知道也有一点这个掉书袋哈。其实呢，因为也没有毛泽东诶，加害加相反嘛哈。啊，但是呢，你要时代已经改变了啊。美国同中国大陆诶综合国力的对比啊，没有起那变化。而中华民国没有意见啊，你没有力量啊，所以呢，要三边的关系啊。经历着新的时代。好，多谢先生。